Btob 恩光邀粉丝逛九份，其他成员却不想跟他玩。Btob 邀粉丝逛九份。图人写 Media 亚视传媒，2018年4月21日。2017年5月来台开唱的 Btob 金21日与少时太原 Red Velvet 以及毕书尽出席拼盘演唱会，七位男孩带来数首夯曲，更展现十足诚意，用中文打招呼，甚至下舞台到观众席贴近粉丝，惹得全场尖叫声不断。而团中老的陆星才提到2月曾来台举办个人见面会，当时粉丝把他弄哭，那份惊喜永生难忘。Btob 一一用中文自我介绍，而曾来台录节目的恩光、炫植、星才聊到台湾美食，最难忘的是大肠面线、小笼包。恩光还提到当时去了九份，喊话希望有机会能跟其他六位成员再去玩，更嘴甜表示粉丝也一起，惹得全场尖叫声不断。结果成员就开玩笑说要丢下他，其他六人一起去。Btob 难忘大肠面线、小笼包。图人写 Media 亚视传媒，2018年4月21日。他们一共表演 It'll be your man, all wolves except me, remember that, blow out, movie, it's okay 等歌曲，还到台下与粉丝近距离互动。而在表演最后一首歌前，七位男孩喘到不行，透露只剩下最后一首歌曲，结果陆星才开玩笑大喊对不起，惹笑全场。但也因为是充满想念的歌，他们表示非常想念好久不见的台湾粉丝，所以走到延伸舞台表演了 Missing You， 更喊话往后 Btob 会更加努力，为大家带来更棒的作品。